欢迎回到体育频道，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紧张刺激的劳动者大赛。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现在看到的是一名来自深圳的选手，绿灯亮，比赛开始。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这位黄色运动服的种子选手身上，加速起跳，腾空高度0.7米，漂亮！紧接着一个高难的空翻，东西就先拿走了。好的，让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现场。电动车就位无缝接棒，时间已经过去了6分钟，还在安全范围内。非常流畅的急刹滑行，他发力了，精准救小将，角度分毫不差，这就是种子选手的实力啊！轻松超车，看起来已经胜券在握了。后续的操作如果能跟上的话，出现了重大失误。哎呀，情况不妙啊！不知道选手能不能化解危机呢？发现隐藏道具没有被失误冲昏头脑，不过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感觉来不及了呀。什么？选手冲进了另一条高难度的捷径，他选择了挑战自己的极限，但究竟能否扳回劣势呢？不过有惊无险，他终于来到了配送地。您的订单即将超时，但是注意啊，时间不多了，最后15秒，3秒，2秒，1秒。你好，你的外卖。每一位劳动者每天都在属于自己的赛场上奋力拼搏。阿姨，我先拿走了。今天的报纸出额了。把工作做好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每一个微小的挑战都是赛点，我们是参赛者，也是别人的观众。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，也别忘了向自己致敬。屏幕前的各位劳动者，记得跟自己说一声，辛苦了。